先生常常要捐这个捐那个哈，所以我们就此哈，今天就到哈，就说这个团拜哈，就今天举行这么就好了哈。还有我现在哈，首先呢就是要请我们召集人哈，刘琼特女士来指挥一次。刘女士啊，非常这个哈，不知道非常这个非常辉煌的这个，她先生这个陈根松先生去年刚刚去世啊，他是社团啦 啊，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啊。所以说前辈，我也是前辈，他比我还大两岁啊。他为我们社团的服务啊，这种贡献是特别没有话讲的。我觉得他去世之后，他可能会淡出这个社团，结果没有，他更勇敢的站出来啊，还当社团的召集人叫我。你不要讲啊，他身体还很健康的。